是向成员问一个问题，那么从倩楠开始吧。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 BJ48 TV。 你要有是可爱的，是可爱。哈喽大家好，我是 BJ48 TV 的前天男大一叫王小巨人。谢谢大家在周日的晚上来看我们 BJ48 TV 的雨花成蝶，谢谢大家。耶，行，谢谢大家。三道红叶落千千，美人舞千千，见真良语三言，难尽四季思念，清歌思竹吟，婉转琵琶夜，袅袅天外绕梁，不休也好强。陈建南，哎，谢大家，谢大家。三道陈建南，你说马尾真好看，谢谢妹妹我可。谢谢大家。做国王，脸要甜，心要狠，办事要绝，脚下踩稳。好，谢谢。对，因为今儿个就是大家看，就是台上的就是小新一会儿也会扎双马尾，是这样的。因为上回我们在就是没在上公演的时候，看到我们队成员都在扎双马尾，我和小马就心很痒，你知道吗？就觉得不行，不能不合群。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的。对，然后今儿就扎了一下，对，然后今儿的 MC 话题是问一句话成员是吧？好，那我就问张小莹好了。来吧，我重要还是彭佳敏重要？哎，这个话题在舞台上很伤人呢。我其实是摆个胎到了，在台上台下我不是这么问他的，台下我问他的是，平常更想打陈楠还更想打马玉琳？我当时想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我可以有双选项吗？就是俩一起。不可以，你先回答那个问题吧。啊，我的问题是啥？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做人吧，为什么女孩子一定要在一个人心里比谁更重要呢？大家都很重要，不好吗？他们最重要。粉丝叫你呢，粉丝说你渣男，你粉丝叫你呢，渣男，他糊弄咱俩感情。没有，只是我而已，你没有。小鹏长大了，教 BE 的好课。别呀，逼火呢。不，啥呀？都挺好。你不够真诚。我很真诚。你没有心。没有心。不是，怎么回答？回答完了之后，我下去。一个是兄弟，我选谁一个下去都死。一个是兄弟，一个是。兄弟如手足。衣服。啊，我换个问题。可惜我三头六臂。我不换问题。行，你换吧，你换。你俩谁在前面？啊？就你俩谁在前面？不懂。你俩谁？我还小。名字在前面。哦。应该是 P 在前面吧，因为 P 跟 Z 嘛一比，可能 P A B C D P 在前面 ，Z 在后边。还在说什么？好，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大家。换到我了。那等会儿我先做一张。Hello。嗨，大家好，我是 BJ48 TV 的张怡，现在来看我们的晚场公演，谢谢大家。耶！大家好，张笑颖，你昨天的拉米拉米和你女伴一样可爱。谢谢。张笑颖。哎，谢谢。张笑颖。哎，谢谢。张笑颖。谢谢你。张笑颖。哎，谢谢。张笑颖。谢谢，来吧。真的，星河灿烂，远不及你笑容万分之一。张笑颖，你是光。谢谢，我是光。哎，但是你可以当光啊，天蓝。你知道什么叫天道好轮回吗？你也有今天。你怎么天天？
怎么回事冯佳敏？陈建南，请你正面回答。等一下，表情管理啊，请你正面回答，请问是不是孙珊珊在你心里的重要性已经超过我了？哎，知道吗，最近好多人就私底下传我跟孙珊珊是真的。真的吗？真的。真的吗？谣言。兄弟你变了。不，兄弟你以前是直的。什么怪，什么鬼东西，说什么呢？那个我觉得这个问题跟刚才你知道有个谣言什么吗？嗯，就是无风不起浪。啊，那你俩是真的啊？对啊，刚知道吗？彭康是真的。你去山也是真的呀。我们一堆全是 CP 啊，你不知道一堆为什么还不火？巨扣毕业了才好。巨扣昨天晚上天南妈妈跟我发短信让我去他家呢，然后觉得我希望昨天也不知道谁去吃火锅，根本就没有喊我，我都点好外卖了。是你先点外卖的。你屁呀。哥哥那个不扣我那个忍不了了。不是这样的。没有，我都拿饭去你房间，你跟我说啊、我要走了。对啊，你要去吃火锅了。你点完了呀。那你怎么不提前说呢？提前没约啊。你心里没有我。你刚知道啊。好。回答呀，别逃避。对，他比较重要。三年感情，四年感情，说好昨天还说好，昨天还说好要当我妹妹。你昨天火锅根本就没叫我，你有心里不难受吗？昨天还说要当一家人，哎、现在就有更重要的人了。这一顿火锅嘛，今晚再吃不就完了？你怎么又插话？我俩一吵架，怎么就你来替他说话呢？仗着我这边没人，对吧？对呀、啊，因为苏珊珊不在，不在。昨天好像叫你了，你说不了，我点外卖了。那是因为点完外卖，你怎么也替他说话？这是证据。就是因为今天早上我看你又睡他床上。蔡楠，你迷心所向，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说双马尾可爱，我才扎的双马尾啊。哇！你是为了我是吗？我扎的双马只为你夸一句，挺好看的。所以你回答呀？回答完了。我回答的问题就是。就这样吧。从今天开始冷战。你也有彭佳敏呢，你也有苏珊珊啊。你俩吵架为什么要扯上我和苏珊珊呢？好，不都这样子吗？连带责任。好，你来吧。真的，谢大家，真的谢大家。你俩好好看呀，都来一出。吃瓜吃够了吗？你是瓜。没有，主要因为陈雨露最近不在，她无聊，想看戏。看什么？小雨露，你要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闭嘴，陈浅楠。你说什么？闭嘴！你说什么？奶奶！你怎么这样对我们奶奶？对我妹妹？你吗？你怎么欺负她？姐姐！怎么对我妹妹这样？姐姐！我忍不了！你怎么对我妹妹这样？姐姐！你俩嘴根本就不是亲姐妹，你俩嘴不一样大，眼睛也不一样大。你看你扎的双马尾，你以为你们俩一样吗？一样！扎双马尾，快！把嘴咧开，眼睛撑小。我是 BHF48 Team 的小野男，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羽化成蝶周六下午的晚场，周日晚场公演，谢谢大家。耶！赛诺，小李娜，谢谢。老公，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You are my superstar, you are my superstar, boy。谢谢。小李娜，谢谢。一句话问队友是吧？我问谁呢？其实我没有想好，因为我平时跟大家说的话挺多的。我问谁呢？往那边看，往那边看。我问谁？我问一个能快速解决的问题，郑一凡吧。郑一凡，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一起住？你想自己住单间？没有啊。谁不是呢？谁不是呢？哎呦，气死了。其实还好，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很无聊，得找别人陪我说话。但是我也不跟你说话。不，他不需要别人找他说话，他可以。他自己说，他每天都快烦死我了。他每天真的好多话可以说。房间里有个人影在晃，他就很开心。也不管这个人是谁。那我送你一个我的人形立牌吧。那我就吐了。什么意思？看不起姐姐？你看他，哼，我们排挤他。排挤你。小团体。
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DJ 风铁 Team 的徐思阳，谢谢大家来看雨花成年公演。耶！帅到徐思阳。谢谢谢谢。徐思阳，你今天也好帅啊，我可以和你跑马拉松吗？什么叫跑马拉松？就是他想跟你那个。谢谢。谢谢，谢谢。问一个问题，李娜，你觉得，你觉得是和我？你闭嘴！你狗嘴吐出象牙。上一秒紧的，下一秒狗嘴。他心嘴，心嘴吐出，心嘴。星星。听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啥问题？你刚刚问的是是那个还是不是那个，还是就是那个？哎，你是和我跳拉米开心，还是和小树跳拉米开心？自古心术是一家，都一样。我不是想和你搞 CP。干啥呀？好吧，那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BJ 附贴 TME 的张爱静，感谢大家前来观看我们雨花成年的公演，谢谢大家。耶！帅到张爱静。谢谢谢谢。张爱静。谢谢。谢谢。今天 FC 话题是，我没有什么想提问的，真的。你想问的我在现场。我当时也这么想，我当时就想说大家好，我什么都不想问，谢谢大家。但我怕被骂，就算了。那我就想，我有问题要问你。想问你来。是吗？对于每天独守空房，超快乐哇！啊行，对，我希望 Kona 跟兰兰的关系可以再好一点，好到那种每天都睡同一张床。那我就反省一下，我还不用交钱，他上面还有我呢，已经。Kona 上面还有我呢。他怎么没提到过你？没关系，那你们俩没事，你是睡在他上铺的兄弟。可能你就是个摆设，工具人。对，闭嘴，继续。然后我们爱静就不想跟我住是吗？是啊。有疑问吗？我的那呀。然后还有一个生祝要说，祝这位 ID 为小白静的朋友在现场吗？没有。对，没有。然后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然后非常感谢你对张爱静的喜爱，希望今后也能。携手并不是，等下叫啥？一起加油！就这样，谢谢。耶！接下来有请下一组的小伙伴吧。谢谢大家。别聊了，你俩。你们要马上下场了。谢谢大家。闪电男加油！加油！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E 的任曼玲，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雨化成蝶晚场公演。耶！任曼玲，谢谢谢谢。万水千山总是情，我最喜欢任曼玲。谢谢谢谢。任曼玲，谢谢。任曼玲，谢谢谢谢。谢谢。哪个视频？真不记得了，对不起，谢谢。任曼玲。谢谢。任曼玲。谢谢。然后，马，那个。问我呀。不问马。吓死我了。冯思佳。嘿。你为什么要先跟王玉兰跳天生一对？吃醋了。我第一次看到思佳脸红，救命啊！第一次见到思佳回答不上来问题，没有我在思考，这有点突。不关我的事啊，冯思佳是勾搭我的，勾搭。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完了，你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是吗？冯思佳，不是，就因为我一开始我觉得想的剧情不适合我们两个。昨天是毕业了，结局。就是没有，就是因为我失去了一条腿，可是子琳失去了她的爱情。我觉得这个剧情不适合套用在我们俩身上。对，但我先想到是这个剧情，所以我想就是找一个美女陪我跳，然后找了一个
妹妹嘛，紫菱是我妹妹，对，然后找了紫菱，姐姐，哎，对，对，没事，就是我们会跳的，就是我们的剧情我就之前已经想好了，但我们的剧情得先可能要买些道具、服装、服化到安排到位了再找你。所以你已经想好了是吗？嗯，磕到了，好。哎，我给你们学一下，思佳以前说话都是那么说话的，然后她刚才是那么说话的，然后一直在拧话筒，你紧张啥呀？没有紧张。不要给我加戏，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A 的成员彭佳敏，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公演。耶！睡了，谢谢。彭佳敏，谢谢。彭佳敏真帅。谢谢。彭佳敏，年轻人不需要睡觉。谢谢。问问题。啥呀？啥问就问，快问。你问。哎，算了，放过马玉林吧。哎，不是你让我听听。嘿嘿，问吧。真的吗？我不会运动吧？快，私下我躲你后面。马玉林啊，我真心的问你，你是更喜欢你是更喜欢雄心多一点，还是王雨兰多一点？哇，你这个我觉得这个不能比较吧，就是因为两个女孩子在一起比，那当然两个女孩子都要喜欢啊，是吧？啊，我没啊，我懂了吗？下意识的可能就是他就是问，就更喜欢熊俊阳还是更喜欢王雨兰一点，都很喜欢。我觉得你这样像那种在给自己闺蜜就套话呢，我见过那种有那种剧情，就是让那种自己闺蜜去测试一下，就是没测出来。哎，看完这个表情我就知道下台要挨揍了，我等会上不了 unit 我跟你们说报警。好，这样，谢谢大家。耶 TT 好，我是想要智勇双全就要为 BJ48 做出杰出贡献的志杰。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张志杰，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羽化成杰公演。耶，哎，志杰你上次不说话开始 freeze 吗？啊，你要配合我。我给你唱，你跳一段。对。I like TT， I like TT， 呜，这次来 TT， 呜。然后大家好。啊，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的张日杰星，不是，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羽化成杰公演。耶。什么？最后一句什么？没脑袋。什么张？什么？直接看看我吧。哦，那跟没脑袋有什么关系？啊，好。
是，我不是刚来我们队吗？啊。我们队哪对儿是真的呀？都是真的，都是真的。那哪对儿不是真的呀？我知道，我知道，我全都知道。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哪对儿是假的？都是真的，都是假的。是真的也是假的，真真假假你自己猜。啊，不好玩，思佳说。思佳说，回答说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还有个 ID 是希望玲玲多吃核桃的莹，嗯，虽然在镜头面前，但是也要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健康生活，谢谢大家，谢谢你。好，接下来有请下一组小伙伴们，谢谢。真的，摸着你的良心，摸着良心，这是最真诚的。真的除了你，我都不想住。真的。看我戏吗？真的。你要信，他是一个专业的演员。哦，原来是这样。好，我相信了。为了证明你的那个专业度，我信，我信。对，好，谢谢。耶。大家好，我是 BJ 48 Team 1的陈一山，谢谢大家，谢谢。耶，谢谢。Say no。Say no。陈一山，谢谢。陈一山，你老婆她说她想你了。谢谢。然后还有老婆。还有老婆？为什么我没有？可能因为我，因为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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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都是男孩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陈一山，谢谢。然后提问吧，就是我们只剩下四个人了，我就对，我们也就这四个人，谁比比赖赖一下。对，那我就玩那玩手指的，那求前辈。嗯，我想问你，就是你回归后跟回归前，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走在楼道里面，有人竟然不叫我前辈。那谁啊？陈一山呀。我那天就是在他们出道之前，我就站他们屋旁边，然后他过来问我说：“你是新来的还是前辈？”我就说：“我叫郑一凡，你觉得呢？”然后他说：“哦，新来的。”哎，怎么会问？你怎么会问这种话？如果对方是前辈，不就有点晚了吗？我当时还不太了解，我感觉我给自己挖了个坑。真的踩到雷了。对，好，可以可以，好，谢谢。上陈一山风格。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的冯佳，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羽化成年公演，谢谢大家。耶。冯思佳，谢谢。冯思佳，谢谢。冯思佳，谢谢，谢谢。冯思佳，谢谢，谢谢。我想想看，我问陈一山吧，我问一个陈一山，就我一直很想问陈一山的问题，就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三个新人来一队的新人里面长得最好看，并且你本身觉得自己出道应该立刻最火的人？我帮你回答，他肯定说是的。对，他帮我回答了，是的。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花瓶。真的，真的，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但是我以前这样，就我也很希望别人骂我花瓶，你知道吗？对，然后可能现在也是吧，因为跳舞也不太好，然后呢就靠着一张脸在这个地方。哎，我教你，就是那个，就是你跳舞记不住的时候，你就往零点一站，就看不出来，你知道，零点一站你就张嘴，你看不出来，真的。我可能下次你就看不到我了，往哪里站，张嘴以后。
不会的，我看不出来，你知道吗？他们不会很清楚记得你每个点位，就记不住就往零点一站，张嘴。我不觉得，我感觉就是我每次看录播，感觉大家都挺关注我跳舞的，真的。没有吧？大我。真的，真的，我都在想说，我都已经在这儿了，为什么还能看到我在这儿跳呢？我真的我也不知道。包括每次哥哥们也是感觉也是看的只看得到我一个人一样，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说明你是有那种就是当 C 位的那种光环，你知道吗？就是你在哪大家都只能看到你一个人，是有那种水平。对，就这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的郑一凡，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雨华传捷公演，谢谢大家。然后其实本来我还以为没有人问我问题的，我还想问问天，问问大地，再问问我自己，我期末能不能过。然后结果这么一看，他们都帮我问了，我就不用再问我自己了。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哈哈哈哈哈哈，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精彩精彩的优念歌曲吧，谢谢大家。大家刚才欣赏了罗斯的秘密，青春一对 Love Me Love Me， 红叶危险，还有吗？红叶危险，拒绝指教，然后大家看得还开心吗？开心。然后今天 MC 话题是，如果 MC 没有话题，你最想说什么做什么？ MC 没有话题，走了呀。我也是，还是对向左转。还有啥呢？对，张志杰先生。我觉得小李娜先说吧。其实我觉得如果 MC 没有话题的话，因为有时候 MC 就大家知道就很难讲，然后我也就是就会延伸到其他的地方，就是会讲出我想讲的东西。我经常会有时候这样，因为有时候 MC 话题就很难讲，比如说这个 MC 话题就很难讲，然后还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了？快走，来快，你延伸一个。比如说。比如说我刚刚在台下看到了 Kona 和倩楠一样扎了双马尾，就你没有呢。笑什么？有，这不有两个吗？啊，不是，主要是，就是他们不带上我玩。太惨了。等会儿，你说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事实呢？我都看不见。因为我看到了，看到了作为你的好兄弟，我要告诉你。果然是我兄弟的。你敢说那两个字，你今天不想下台。兄弟的朋友，对，兄弟如手足。没事。好。张志杰，你怎么逃 MC 呢？啊、没有啊，都你了。你。张一山。那么快吗？我们就喜欢跳着说。好吧，安静你说吧。我是前辈。嗨，你们都不说，快点，那我来说。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刚才没敢问，大 MC 的时候，你要问谁是在座的吗？在站的。你想问张志杰是吗？对，你怎么知道？那你想一下，你要问他吗？啊，他要小心。我又磕到了，问吧。问啊！不要说啊！哎，你们两个叫啥？柯南。你们两个叫啥？没有名字。哎，就一个问题，别说。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你是清醒的还是醉奶了？讲，就是我说你是清醒的，我是啊，你是清醒的，我是啊。是我觉得清不清醒，醉不醉奶，你心里最清楚。有故事吗？讲讲你俩。不是，讲讲知道才问的你。讲呢？他昨天好吓人的。不是，我就是个工具人。啥了？昨天我不是那个什么吗？我开完直播。你怕啥？这个是副队长呀，他昨天我开完直播，然后回去洗完澡，洗完澡之后，他跟我说，他说你不是，我说你困了，不是，他说你不是睡了吧？我说没有，是困了。然后他就来敲我房门，敲我房门就算了，我刚掀开被子，刚躺上去，他，他说你站起来，然后我说为什么？好了好了。然后我就站起来了，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吗？干了什么？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不，你现在演一个。对，演一个，演一个。我不清醒，说完我不清醒，我忘了。好，现在你不清醒了，来。我想演被子。我演床。我演门儿。我一脚踹开这个门。可能这孩子最近有点压抑了。有最近抑郁吗？抑郁啊。嗯。是因为副队不太在行这个声乐开导的服务，你找队长去。因为副队专门去天桥。原副队专门去天桥。可能他开导我。副队不舒服的时候都去天桥找叔叔阿姨开导，你来找我。我只能带你去天桥。我说我最近怎么越来越压抑呢？因为你没去天桥是吗？不是，因为让他开导的。原来怪我了。嗯。那你昨天来死不走？我没有啊。要不我们走吧，我们俩扯吧。不行，不能这个样子。然后你昨天是清醒的吗？清醒的。哦，那也做出异于常人的动作。好了。哎，对，你做了什么？好无聊，真觉得好无聊。你对啊，我觉得好无聊，还吊我们胃口。好吧，到我的 MC 了。我的闭嘴。你闭嘴！我想听的没有说，你来插什么话？我说我的 MC 就是 MC 想做的事情，就是我想看。张志杰昨晚对陈佳明前辈做了什么事情？你真是个小机灵鬼！来嘛来嘛，来嘛来嘛，来吧，反正是你做又不是我做。是，哎，行了，来吧。哎，破罐子破摔。哎，被子上。这我怕啥？床。哦，我是你的鞋。这床不太舒服的。站起来。啊，你昨天不是那么温柔的。站起来。听见没有，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样。我怎么敢？你不先跳被子？对对。我掀的被子吗？不是，我掀。你压着我手了，兄弟。我掀了被子吗？昨天我没有，我掀的。啊，你掀了。我就说我是清醒。然后呢？干嘛？你站过来点。我可能真的不清醒，我再做一次居然有点不好意思。他接下来的行为就知道为什么我说他不清醒了。快点的，来，是麦克风阻挡了你吗？来，你的也给我。哇！什么？他就这样，他就这样，十分钟不动，就一直不动。然后我说你说话呀。你还希望他？你说话呀！你说话呀！不是，你是怎么了呢？你昨天出去吃了个饭，咋就吃成这副样子了？你是去天桥吃的饭吗？叔叔阿姨跟他讲了你在天桥做的事儿，所以回来霸了你十分钟。觉得我太可怜了那段日子，我都跟叔叔阿姨抢饭吃。他说以后别去天桥了。对对，我怕你以后再去天桥。天桥两个字我都不会写了。你呢？我说了。你吗？我 MC 的时候没有 MC 话题的时候，我就喜欢做游戏，然后跳表情地图，就是这样。接下来有请大家。哦，这是一个连的呀，没反应过来，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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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有请大家看，我们接下来的歌曲吧，谢谢大家。耶！欢迎大家来到 BJ48 Team E 趣味辩论赛的现场，我是本场辩论赛的主持人马依琳。感觉大家不是很提得起兴趣啊，我们再加油再坚持一会儿啊。昨天 Team B 他们说是菜鸟互啄辩论赛，因为昨天我们不是下午场公演嘛，结束后回家很早就睡了，也没来得及看。然后我们今天的辩论赛是斗鸡乱竹辩论赛，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我们队的成员们都非常的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水准。据我所知，大家在准备的时候就已经辩论得不可开交，这是非常的对。我们今天在准备的时候，大家就已经非常积极的在准备打起来了。我有点担心，我肯定控制得住现场的，所以要有请今天的工具人严格执法。大家好奇工具人是谁吗？肯定好奇吗？反正我很好奇。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工具人团队上场。工具人团队，
同藤工具人往哪边站，张扣就在哪边。好，请你们各就各位。好了，我们接下来就非常紧张的环节出现了，请我们的正方选手进场。草原的第一官推，谢谢。好，下一个二辩。大家好，我是草原上的龙卷风，谢谢。三辩。大家好，我是杠精小萌新，谢谢。杠精小萌新。大家好，我是一个小喷壶，惹我的喷你些。好，欢迎我们的小喷壶。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反方出来。
男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千差万别，可真正适合过日子宠妻的好男人却不过只有几种而已，其中就包括我们的喜羊羊。第一，他拒绝与女生暧昧，比如美羊羊。第二，他有责任有担当。第三，他主动帮助，无条件帮助自己的好朋友，完全符合了以上三点。在敌人眼里他是非常可怕的存在，在朋友眼里他是非常温柔的存在。俗话说得好，男人要想地位稳，必须温柔中带点狠。头可断，血可流，我们喜羊羊可遇不可求。好，不错，大家自己对上。我方本想用道具卡，但是发现完全不用就会自动打断自己。反方一辩。Order， 好，计时开始。安静，这位选手，可以打他，工具人。等一下，现在你们要使用，你们要使用道具卡吗？首先灰太狼更适合，为什么更适合？因为他不花心。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职业叫小三劝退师，为什么会有小三劝退师？因为现在的成功男士因为生活成功，所以他们发觉他们的发妻不体谅自己，发妻除了花钱就是会花钱，而且还会对自己生活指手画脚，所以他们会去寻找更体贴更年轻更貌美的小三，而抛弃发靠脏之妻。暂停一下，但是为什么正方狼没有？暂停一下，因为灰太狼正方要使用道具卡，你要大喊一声，他没喊，可以工具人打他。哈，道具卡，是这样大喊吗？对，哈，道具卡，哈，道具卡。啥呀？你念。模仿交警。模仿交警，好，开始。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并没有抛，就是并没有抛弃他的糟糠之妻，而且不管他的妻子对他怎么样，他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好。猫反观灰太狼，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妻子百依百顺，是当代男人的优良榜样。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明朝的明孝宗朱有张皇后，在古代他就是一夫一妻制，实属不易，然后是不花心的良好体现。然后呢，为什么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讨老婆欢心，对老婆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是尽可能的最大完成。而喜羊然后就是反例就是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私奔了，但他私奔以后呢，却让卓文君自己开酒铺卖钱，然后这样他们才能维持生计。而灰太狼呢，其实他再穷再落魄，他也没有让红太狼为了生活所奔波，也没有让女人养家。谢谢。还有，哇，反方果然反方一辩果然是不错。哪这么二辩？该你了。好的，正方二辩计时开始。开始聊。大家好，我是对方二辩，草原上的是啥？正方二辩。大家好，我是正方二辩，草原上的龙卷风。道具卡，好，喜羊羊，为什么我喜欢他呢？因为他是一个男孩子。我再淡定一点。工具卡，道具卡。他积极向上，团结聪明，带领羊族帮助人，而且每次都打死了。没有道具卡，工具人不打他吗？这会儿不打，先打他好吗？然后这边工具卡是那个一边甩头一边讲话，因为他积极聪明，带领羊族帮助人，在现实生活中喜羊羊这样的男孩子。哦，哎，我怎么不会甩了？好吧，打我吧。在现实生活中，喜羊羊这样的男孩子，他非常负责任。法一队只能有两个工具人啊，不是吗？法官，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违反规则。我定会为你主持公道。先暂停时间。
这样不给对方发黄牌吗？我觉得是违反规则的，为什么对方工具人能上场？好，对方黄牌一张，但黄牌能干嘛呀？哦，先给了再说。让他们可以把我的道具使用到他们全部人吗？我说的时候他们摇头。也可以，那对方三面和他一起摇头，等他讲完好吗？因为你们的工具人刚刚冲上来打人家了。
因为他有钱，所以他可以给你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喜羊羊大雾去卡，好，暂停。看，美剧后，美剧，这帮不小。美剧后面加德拉，美剧后面加德拉，嗲一点。就是喜羊羊特别聪明的啦，有能力的啦。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他都有办法解决的啦。所有人都是靠着他来解决问题的。比如没有喜羊羊的时候，其他的羊都很容易被抓，然后就更加证明了他有能力的啦。而且像灰太狼的儿子小灰灰相比较是更喜欢喜羊羊的啦，因为小灰灰每次都会在羊村里面出现，然后不在家里面待着的啦。而且小灰灰从小就习惯性吃草的啦，但是小灰灰是一个本性吃肉的，然后他要是吃草的话，他就会从小营养不良，就不长毛的啦。那只能证明是灰太狼没有能力的啦。所以从小灰灰喜欢喜羊羊，就更能证明喜羊羊更符合当他的爸爸的啦。谢谢，不错不错，小萌新。好，反方三辩，你爸爸来了，有请反方三辩。我做了一些充足的一些准备啊。嗯，好嘞，开始了吗？开始。首先啊，这个问题，喜羊羊和灰太狼谁更适合做另一半？首先问出这个问题，表明什么？这个问题就是要回答的肯定是偏女性的那一方，或者说是女人的那一方。女人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一只狼全心全意的爱自己，对不对？然后一个男人，一个男狼有能力，聪明，但他不爱你，一个男羊啊，这条足够所说明了喜羊羊其实不适合成为另一半。而且我合理怀疑喜羊羊是一只渣羊。为什么？道具使用。配一左一右两个工具人吹耳朵。哇。必须。好了吧，我继续了啊。为什么觉得是一个渣羊呢？因为他在美羊羊一只，美羊羊这只舔羊，我跟你们讲，在美羊羊多番示好下，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哎呦，给我吹！而且，你们见过灰太狼搞过暧昧吗？女人要的是一只狼，就死心塌地。哎呦。没有抓住过羊，他抓住过，而且很多次，但是每次抓住羊只是想要带回家给自己老婆孩子分享，后面导致为什么没有抓住，那是另外的事情，但是确实是抓住过羊，而且更加爱自己的老婆孩子。对，后面一条我合理了，因为大家可能广为听说一句话，就是嫁人要嫁灰太狼。为什么有这句话？说明在那个什么社会角度来说，这个观点是被大众所认可的。你没有听说过什么嫁人要嫁喜羊羊吧，对吧？所以大众观众认为嫁人一定要是要嫁给灰太狼的。而且我方的观点就是嫁人一定要嫁灰太狼，谢谢大家。耶、yeah, ！我听过那首歌，我跟你说，就是嫁人要嫁灰太狼，这里的什么是最艳，对不对？然后我们有请对方小喷壶思辨。好，小喷壶冲呀！首先这道辩论题的观点是，他是否成为一个道具卡。把工具人当钢管，变手跳钢管舞。来，万林。好 ，OK， 那开始吧。他说我是个好伴侣，那么伴侣从哪个方面说呢？一方面是前提，一方面是人品。首先从前途说，在羊村跟狼堡对立情况下，我们的羊村中的成员各自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集体。羊村中的喜羊羊每次都是大无畏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代表，所以说我们喜羊羊非常有前途，是个党员，然后他视野非常好。再然后人品来说，灰太狼是一个诱因，
一个男人要自己的妻子用15年的青春去编织一个巨大的谎言，让他相信去肯定自己有能力抓羊。灰太狼是一个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陪了自己做15年梦的一个男人。也许红太狼是一个好妻子，但灰太狼一定不是一个好丈夫。他有能力实现的才叫做梦想，没有能力实现的叫空想，叫莽夫。再然后灰太狼他被老婆打骂，努力抓羊，然后被羊群戏弄以后，最后两手空空的回去，再回去继续被老婆打骂，已经成为这部作品的固定桥段。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本意也不是这样的，他只是一个作品的工具人，好让大家认识到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坏人也是有难处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其实只是一个工具人，他并不是本意要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他不是也非常爱红太狼，好吧？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哇，这帮小朋友真是不错。来，反方思辨，双马尾。好，各位大家好，我是福三代大家对于灰太狼的固有印象都是大家觉得是坏人。好，这是因为刚开始先入为主的视角就是羊村寒的世界。如果刚开始这个剧不叫做喜羊羊灰太狼，叫做灰太狼与喜羊羊的话，你看到的是狼的世界，狼的他们一个集体工具卡。对方要模仿京剧说话，京剧姿势和动作的。好了吗？开始吧。其实他是抓不到羊吗？不，他不是，这个是世俗，是人设，他是无可奈何啊。你看他有车有房有飞机，还到过月球，他的背景非常的深，多次使用各种现代化的武器却没有进监狱，说明什么？说明他有可能是国家秘密培养的神秘部门的人才。打羊村抓羊那只是表面，实际上那只是他军事化的日常训练而已。所以我们得出结论，才华能力经济上全都富有，有背景，最重要是他对老婆的忠贞不渝。其次呢在哪里？好，在这里没有办法了，我只能甩出我来踩下喜羊羊。喜羊羊这个人，他这个人不但跟美羊羊暧昧关系，和羊族的公主也过于暧昧，不仅跟羊族的公主也过于暧昧，还跟沸羊羊解释不清楚，所以他是一个 gay。其次，你们要知道，你们在的地方是朝阳区。我解释完了，朝阳区。耶！非常感谢各位8位辩友们的精彩辩论啊！接下来就是进入第二个环节，叫质询辩论，就是每边都有2次的机会询问对方的一名辩友，然后再由对方的辩友回答，这样子来回2次。接下来由我们正方有决定向哪边，就是向反方谁提问吗？我们这边刚讨论了一下，决定向对方4辩提问。众所周知，刚刚对方拿喜羊羊是 gay 这点来攻击，我觉得首先难道你不是吗？再然后是 gay 怎么了？这个世界说实话，我们这台下也坐着很多，屏幕前也有很多，我不觉得这是要成为一个攻击对方人生观念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希望对方能够对此做好好解释，因为你们是反辩，你们说的话是这个是属于人身攻击了，好吧？辩题就辩题，谁适合做伴侣？他难道是个 gay， 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好伴侣吗？他也能够成为一个非常，他也有资格去拥有他的爱情，他也资格拥有去自己的事业，好吗？好，我结束了是吗？好，首先反方谁来要说话了？首先你第一点坐在这里，你说我是个 gay， 好，假如我是一个 gay， 那我觉得爱就是爱，喜欢谁无所谓，我不是在说他是个 gay， 而是我觉得他是个 gay， 同时他还跟其他的女生不清不楚，给女生一些所谓的叫什么错觉暧昧，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要喜欢人，那你请你专心一点，谢谢，除非你是个双，好吧好吧。还有一个，刚才对方在说 gay 这个问题，但是反过来攻击我，我觉得这也是人身攻击。我们这是个辩题，我们不干人身攻击，难道你不是吗？好，反方结束。好，反方
你们。哎，反方不是正方二辩，我要问你个问题。哼，不是，我要问那个。哦，我算了，我想说，我们灰太狼，我觉得为什么灰太狼和能和喜羊羊比较呢？先说我们灰太狼已经结婚了，生子了，他是一个成熟的老男人，而你们喜羊羊。他还没有成年，他不一定有生育能力呢。到我了。而且，没有人身攻击啊！我是说，在床底下，不知道。对。而且我们灰太狼生的是个儿子。你是一个女人，你还重男轻女？不是，哎，等一下 ，order， 你们在干嘛？当我是死的吗？没到自由辩论，快点讲，就是你说完了，你来说。我没有重男轻女哦，我很喜欢女孩，不是。好的，勇敢。好的，你说。我就喜欢女孩，怎么了？女孩多好呀！是你说。我。好的。啊、嗯。既然你说灰太狼是一个老男人很好，但是会喜羊羊他是一个新，他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是什么？有的是时间。当你老。灰太狼死的时候我还活着呢，我还可去你坟头踩两脚，然后我去你的坟头踩两脚，等你死了看你能带我和我年轻，你说啥呢？然后对于灰太狼吧，灰太狼他竟然是狼王，他没有带领狼族进步，然后让狼族衰弱，使狼族越来越差，最后青青草原被羊族给占领了，也就是我们喜羊羊。然后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跟这样一个男人在一起是没有幸福感的，因为他每天都在为饭愁，一天没饭吃一天有饭吃。如果说这样的男人让你的老婆和孩子经常饿没有饭吃的话，他一定是不成功的，而且他每天都活在自己的陷阱里面，永远都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好了，结束了。正方要问对方几遍问题，好好商量一下哦。最后一次机会来，打算问一下对方三遍。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对方三遍拿喜羊羊是一个渣男来攻击我方。首先，难道说你们自己没有过幻想过一些什么情况吗？而且你们还攻击美羊羊是个舔狗，那难道你们自己不是这样子的人吗？对吗？你们难道不这样的人吗？就自己渣哦，说我这是摩登爱情，朋友渣问题不炸，下次带我一个呀。别人渣垃圾转世，难道你们不是这种人吗？你们还拿渣来就批判我们喜羊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取。然后是我觉得他们首先是没有成立男女关系条件的，所以说也不需要负责。大家彼此心甘情愿的暧昧啊，难道需要负责吗？大家也愿意好吗？他们自己是愿意的 OK 吗？我现在合理的怀疑一下对方的四辩的三观非常有问题，好吧。对，然后首先说，我觉得我至少在我们方面，我觉得我们在场，我肯定没有说什么对人家说什么不负责吊着舔狗什么什么巴拉巴拉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说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在剧情需要里面，喜羊羊确实适合多位女孩暧昧不明，但灰太狼没有任何一个女郎对他，他出轨了，他拒绝打他。然后我觉得，所以说灰太狼其实在剧情需要里面，其实他的人设就在于一个是爱老婆顾家，然后虽然抓不到，虽然没有吃到羊，但他也努力的抓羊回去给老婆吃的一个事情。而且、啊、这个事情我忘了，你跟我就是那个他虽然没有抓住过羊，但是他说可以有自己能拿出来最好的东西然后给他的老婆吃。有一次就是一个剧情是他一个想吃草莓，但是草莓上有那个小的黑点，他不想吃那小黑点，但是灰太狼会努力的去找这准备好的人送给他吃，所以我觉得他是一心一意的比较重要，加不加里面事情然后你们看剧情需要好吗？ OK。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对方的三遍，然后我方现在合理的怀疑喜羊羊有拐卖儿童的嫌疑。
对，而且还进行精神洗脑，导致小灰灰和家人反目成仇。所以我现在合理的怀疑杨村就是一个传销窝点。然后请对方的三辩就是正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谢谢。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们杨村他是属于正方的形象，然后象征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然后就是他喜羊羊每次都是那种无畏牺牲，然后是那种共产主义的代表，是优秀党员，事业好。然后小灰灰他为什么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狼族呢？是因为他心里面有正义，然后喜羊羊代表的就是正义这一方，而且我严重怀疑灰太狼虐儿子，让他从小就吃草。灰太狼，狼是吃肉的，但是他从来都不给自己的儿子吃肉。然后像我们看到的那个剧里面，小灰灰是喜欢吃草的，就是说明灰太狼有虐童倾向。哇哦，马上就是紧张又刺激的那个自由辩论啊，你们就是有仇的报仇，但是不要打起来好吧。好了，我们现在就是准备好了吗？好，接下来就是非常紧张的自由辩论，抢到席子先讲话，开始。说呀，我觉得他人品人缘这个不一定能看出来，因为他有中途抛弃过朋友自己跑的，看见朋友被羊抓被狼抓了自己跑的，包括他继承人不是因为他前途无量，是因为他自己的家世好，他爸妈牛，所以他才能成为继承人。然后他解决问题，他有的时候也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到最后就是故事的后期发展都是他和灰太狼一起解决问题，如果没有灰太狼就做的接机器，他怎么解决问题？还有说小灰灰为什么不吃肉，原因是因为他认为羊是他的好朋友，所以他不吃羊，所以他不吃肉。还有为什么说就是小灰灰和那个小灰灰就是和羊为什么会关系好，你难道没有看过罗密欧和朱丽叶吗？就是总会爱上一些不该爱的人。好好吧，对方说灰太狼有资本可以做这些事情。我想说的是他有资本，为什么红太狼每次都会对他使用平底锅让他饿肚子？打是先骂帅，打是先骂帅，好吗？把资本告诉我，你的资本在哪里？没有羊，何来资本？就是你们懂资本。而且对方一辩，你说那个问题，我觉得不可取。难道每个人心里就没有些小小的邪恶的念头吗？这部他没有旗帜，这部作品是面对我们所有青少年儿童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些不可说的念头，但是他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那个狼堡，要去向那个什么的他的伙伴去救，这难道不是告诉我们小孩子心里有念那种不好的念头是正常的，但只要最后行动做的是好的，是正义的，就一切都无所谓吗？我就说你是青少年，你都快20几岁，都快可以结婚了，你怎么是青少年？我没听懂你的说什么。啊，到我了吗？这自由辩论随便想讲就讲，不想讲就可以不讲。啊，要讲啊，要讲什么来着？我要讲，你们先。我想说，灰太狼的资本在哪里？他的资产有什么？他是狼族第250代，简称250，你不知道吗？可是他面临的问题是被他的男族族友给驱逐，他们被赶出了狼堡，为什么呢？那没有他告诉我吗？请对方辩友回答我这个问题。他有他的好朋友，但是我觉得至少狼族他三观是正确的，我觉得你们羊族。可是他没有朋友。他怎么没有朋友？他的朋友是谁？告诉我。狼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所以呢？小树说的。我觉得这是首先回到我们辩题，他到底是个好男人？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男人。他如果是个好男人，为什么要想想灰太狼？2005年开播至今，整整15年了，他没有让自己的老婆吃到一口肉。是的，他让他的老婆陪他一起做梦，这不是一个好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可以让自己的老婆？那是因为到现在为止一直陪自己做梦，他老婆还一直安慰他：是的，你可以抓羊；是的，你可以吃到羊肉。虽然他没有吃到过羊肉，但是他可以从其他方面满足他。啥方面啊？这个就那个无知啊！不是，哎，跟我说完。
讲的在前面。不，因为你刚才说为什么他一直都吃不到肉，因为这是人设，因为是人设，因为你们杨是一般大男主，我们只能当一个反一，我们反一是不能什么都不能拥有，所以这是人设。如果他可以的话，他什么都可以，我觉得。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是一般大男主吗？因为他杨聪最后一个正头偶像，难道你不给正头偶像投上宝贵的一票吗？但是在一个反派世界非常纵横的世界，你觉得反派有都是有谁来着？好多。啊，对，好多现在漫威火那些明星全都是反派。那我跟你说，反派是因为什么反派？因为他背负的东西比较多，就比如他背负着他必须一定要输掉这个词，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世俗带给他的压力，所以他也只能这么做。不是说他能力不行，不是说他给不了他老公一个老婆一些老婆一些东西。所以那为什么喜羊羊可以做正派呢？就是因为他的个性，就是因为等一下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部剧大家有可能都知道，这部剧原本的名字叫《懒羊羊与灰太狼》，为什么？对，因为喜羊羊成功，不就因为男三号喜羊羊在演出的过程中故意抢镜卖弄心机，导致最后抢翻男一。对待好朋友懒羊羊尚且如此，说明他的羊品真的有问题。得了吧，难道白素贞的一番不叫白素贞，《甄嬛传》的一番不叫甄嬛，然后《楚乔传》的一番不叫那个楚乔吗？喜羊羊灰太狼的一番一定叫喜羊羊。再然后他为什么能成为官推？难道不是因为他已经是美好的品质？那已经是抢翻之后的结果了，已经抢翻之后的结果，没必要考虑，那是抢翻以后的结果。主创团队亲自出来辟谣过，以前就叫懒羊羊，就叫灰太狼。现在大家跑题了，所以是世俗，谁适合做老公不是吗？怎么样？因为喜羊羊羊品不行，不适合做老公。我觉得只要他对我好，他在外面做什么我都能接受。所以。好，我们的总结是花花
世界花花心，唯有灰太狼最狠心，花言巧语骗人心，达到目的就变心。当时说得好痴好痴心，知狼知面不知心，要想以后不伤心，请把灰太狼当纸巾，用完之后就换心。现如今像我们喜羊羊长得帅的都在家里陪儿女情长，长得丑的才能出去外遇出轨。错，好，反方代表，我到前面去吧。嗯，你到前面去。我开始了吗？可以。我觉得这个辩题主要的内容还是那个，一个男人是能力比较重要还是爱你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我觉得是爱你比较重要。然后我的能力问题可以慢慢的培养，爱不爱你这个事情真的说不定。而且我觉得那灰太狼的信念是一心一意一心向前，只为了红太狼。对，然后包括回答刚刚那个反正方那个，你敢跑我敢追，你敢嫁我敢娶，你敢当娘我敢做爹，你敢花钱我敢挣钱，你敢当红太狼我就敢当灰太狼。然后感觉是，我觉得就所以也呸，以上所有的观点表明我们就是灰太狼跟大家合作一半，谢谢大家，就这样。这么久辩论，大家也心肯定有就是心有所属，对吧？接下来是非常紧张的投票环节。要是你们喜欢就是支持正方的话，就请投红色的票；要是支持反方的话，就是蓝色的。对，请大家支持一下正统偶像，好吗？正统偶像支持一下。不，灰太狼大家都知道，世人都爱灰太狼。灰太狼支持一下正统偶像。灰太狼是什么颜色？21世纪最后一位正统偶像，最后一位正统偶像，错过了就没了，错过就没了。这年头正统偶像不行啊！你看我们现在最后一位正统偶像，正方是红色，反方蓝色，举起你的中国红，中国红，中国！如果你是一位中国人，谁敢惹灰太狼？灰太狼，起飘呀飘！3、2、1，红色。举红色的我都记住了啊！这边要数吗？这边要数吗？哇，我看这个颜色，我觉得可能这边很明显，知道吗？请对方正方辩手看一下，什么叫民心所向？我们现在在统票区，你们现在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抱怨，我自由搏击环节吗？对，自由搏击环节上。想干嘛干嘛，我不阻。算了，你们想投红，想投什么颜色投什么颜色。一人一票呀。不是，等一下，他们有几个牌，随意让他们举，好吧？哎，那边空着座位的，帮忙拿一下。蓝色。好像下了台面，你们怎么就这么斯文呀？可以殴打对方。对，不守武力派的。对，我们这边比较斯文一点了，像这样的莽夫，我觉得不行。所以我数了一下，差不多一个51，一个54。谁54？我。不可能，你自己数。不可能。那是因为有一个人举了4个红的。对，就多你那3票，谢谢。真的能不能要一点脸呀？就你手的。几个意思啊？我们是共产党。好，又多3票，谢谢。没有。听那个。OK， 然后这里就是，等一下这里说的就是举多牌的不算，一人一票。啊，一人只有一票。然后他们现在在重新，他们现在在你。你躺下，脚举起来，手举起来，脚也举起来。一人只算一票哦。怎么还怂恿人家呢？你这人啊，把人家。别挡脸，都别挡脸，都别挡脸。应该平。还挡脸？我觉得应该其实差不多的。不要再加速了，别别再举了。哎，为什么你不举？什么呀？谁呀？但是我们，哎，哦，我知道谁了。那个蓝色，谢谢。蓝色啊，他骂你，你还举蓝色？你现在还可以反票。不是，他是谁让你就是？你的人格尊严在全国人民面前受到了侮辱，你还举蓝色？不，他不一定知道，你得让全世界知道。Follow your heart， 好吗？蓝色。好了，我们最后，哇哦。
48%。然后反方52%，恭喜反方。太郎放心飞，我们狼人永相随。耶！哎，但是还是夸一下，我觉得正方正什么？他们是我们。你们真的很正统啊！但是正方真的变得非常好，非常好。特意就表扬一下对方的思辨，真的。我没有，我在旁边后面说，他把我的三观掰弯。终于我一边也不想跟四辩说话，他替我出柜。我觉得你们辩手反省一下你们的三观好吗？我求求了。我觉得我们的票数虽然少，但是我们的数字非常好，所以我非常感谢为我们投票的人，48%，最棒。哎，可是你们输了，你只能靠嗓门了。没关系，输了一次，我还可以再爬起来。你知道吗？我现在特别心疼你们仨。下次你一个人一方吧。我本来想说挺好的，然后他抢我麦，然后说了一段毁我三观的话，然后我也起来只能顺着他说一段毁三观的话。不是，我在旁边辩论已经辩论到这群人为了赢三观忌讳。三观有问题啊，这群人。我们只敢脏脏别人，没想到你们直接毁三观。好，大家都是为了赢嘛，对，然后大家都辛苦啦，工具人们也非常的辛苦，辛苦啦。然后接下来就请欣赏精彩的 I Can Fly。 主持人惩罚就是要画脸，但是先画脸是吗？工具人去拿东西来画脸。这里不用跑了，不用跑。爱静，工具人画吧。哦，不，你工具人不用画，你们画对方吧，你们画吧。这孔是你的，就一直你们快。嘿，没事，我正统。快点，冯思佳阅读服输。我来观察一下你们的脸好吗？你想怎么画？画个口红吧，画个口红吧，从没画了我也从。等一下，你们快点阅读服输，阅读服输，阅读服输。这个是可爱的，真的可爱的，超可爱的，我不骗你。我看看。没有，这是奖励，是心灯。老爸，你是48的成员，我还信你的鬼话。好，谢谢大家，请欣赏精彩的 I Can Fly High。